眼睛怎么没有眼镜片？那片子更好看。你伤不了大善，伤小事儿。你要围裙也是裙子，孩子死了就当嘛都能看见。有请一代宗师赵忠祥。压岁钱，别提钱啊！别提钱，赵老师扭身就走。赵老师画的这驴就特别抠门，三个人挤得那么近干嘛？赵老师，你签名的时候别写赵忠祥，写抠门祥。赵老师怎么能舍得买个杯子？我的妈呀！赵老师现在里边穿的这个衬衣和他们家窗帘是一块布，他们家床底下他现在是对节能减排的一种抵制。趁我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就进攻，无时不刻不在恶毒攻击您呢。赵老师这人好欺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马上回来，天向上，现在继续。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好！今天啊，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现场云集了我们很多的优秀表演艺术家，他们就在你我的身边，他们与您同乐，共度良宵。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非常优秀的小品表演艺术家，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对，自报家门呢。我们是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我叫朱时茂。陈佩斯，我让、啊、小伙子声音大点，朱时茂，陈佩斯、感谢陈佩斯，谢谢，感谢有头发的陈佩斯。介绍完了小品，那就介绍一下各地的优秀主持人代表。今天我们请到了汪涵、欧弟以及海外的优秀主持人代表，他就是来自韩国的小五朋友，欢迎。今天可以说是普天同庆，彩旗飘飘。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主持人是谁，大家知道吗？倪萍。让我们掌声有请倪萍。小五，老师好，老师好。田园儿，前锋，后锋在哪？后锋啊，后锋，后卫有，回头后面刮风他就来了。对，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特别高兴，把倪萍老师请到我们节目现场。嗯，我们现场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真的是心旷神怡，欢天喜地，心潮澎湃。我们要用一句央视现在特别火的节目来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怎么说呢？谢天谢地，您来了。不仅我来了，我家亲戚都来了，看着我是这些表弟表妹舅舅大爷全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倪萍老师。倪萍老师一位在主持界、影视界、出版界都是有很高成就的人。赵老师一听就听出来了，我们平常叫倪萍姐，我们就习惯叫姥姥了啊。自从出了那本书之后，最近您看又出书，然后又画画，然后之前又演戏，然后又是我们特别尊敬和崇敬的节目主持人。是，现在这些称谓当中，您个人觉得哪个你自己心里会比较喜欢？对一个人来说，你问我喜欢这条腿那条腿，还这个胳膊这个胳膊，实际上都是我身上四肢都喜欢，你说缺哪一条都不行。对，
姥姥最近是画家的身份出现特别多，而且办了画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哇，您好，厉害！姥姥这是在哪儿办的画展？荣宝斋。荣宝斋，荣宝斋是吃什么的？在哪儿啊？荣宝斋对于画家来说啊，就比如说你要是以后死了，你能够葬八宝山，就是这种感觉。哎，你要做电视就来湖南台，也是这个感觉。就这种规格。哎呦，明白了。2011年画集和姥姥一起画画，2012年散文画集这个倪萍画日子。姥姥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720天前。不到两年，不到两年，两年，个性没有办法，急于显摆，你知道吧？有的人画了几十年了，到现在也不往外拿出一张来，顶多在扇子上画一点儿。咱这性格不一样，熬不住，赶紧拿出来显摆显摆。我也想显摆，我没亮，我就那么几把刷子，你着急死了。姥姥，你有没有老师教教？还真没有，咱这个就基础太差。你要叫大师教，拿笔就不对，什么都不对，你怎么让大师教？没法弄。后来一想，无知者无畏呀，也是一个办法。对，然后拿起笔来，竟然就会画。艺术是来自心灵的。对啊，拿起笔来，后面那什么词，竟然就会画，就是感觉这种艺术是天成的，就等拿起笔的那一刻，水到渠成了。水到渠成。我们几个知道您来之前，我们也画了几幅画，都是按照一个选题画的。我什么选题呢？跟当下的选题很应景，火车票。真会画火车票。对，我们就以火车票为题，对，画了一个画，看自己想象成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来人呢？会画火车票，我得找公安部来查一下。你们那会儿小贩子到哪儿来的？给姥姥点评点评。哎呀，还有更无畏者，我看看。这谁的？我的。田园。对对对对，姥姥您看得懂吗？姥姥。就这么多人往家走，其中有一个猴子像你一样，急于往家走。猴子。因为现在火车票难求，只有一个人手上有火车票。哦。这个人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这个人有爱心。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帮助农民工朋友来买火车票，然后把火车票给了别人，让别人回家了。我的理解是，这么多的人手上都没票，就这红人手上有那么多票，怎么样？黄牛？嗨，票贩子是吧？票贩子，这就是画的魅力。一幅画吧，有众多的解释。是的，画者是这样想，你就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有童心。要是100分的话，这基本上是90分。90分，这么高啊！这是幼儿园阿姨打的分，对对对，完全针对幼儿园孩子。好，这个欧弟大帅，大师吧？啊，少一画。你本来准备写大师的是吧？对对对，这是呢，我在描写呢没有票的人的心情。哦，因为呢，大家知道那个金鱼都是一群一群的吧？嗯。然后呢，没票的时候呢，他就只能一个人在池塘里面，然后孤独的游着游过年。欧迪这张画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希望海峡两岸早点通火车啊！真的，哎，通火车之前要架起一个大的桥梁，对对对对对，有一个桥可以开车过来，对对对，多方便啊！对呀、这是谁的？我的，啊，那就别看了，哎，别、哎、啊，有寓意的，一女鬼，你看，不是，这是老婆孩子，这样的老婆也只能生出这样的儿子，等着。这个先生回来，谁家老婆长这样，他先生一准不回来。对、啊，这边是大都市，大都市里面打工的一个小伙子。哦，抽象的，就是抽象，感觉这辆火车从大都市开开开开开。峰哥，峰哥，我看完这张画，我不想到的不是抽象两个字，怎么样？我想抽抽你。我觉得他画的挺好的，所有女人领着孩子在家里等待，基本都是这种。哎，你看你们都在外面。回家的天数不如在演播厅的时候。对，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基本都是这种表情，很好，90分。接下来，姥姥，这是我画的，我画了一串佛珠，有求必应佛，这买不着票嘛，就求了，买票，有票吗？都，姥姥您批评，好，得了，姥姥看着我的画没话说了，没话说了，无语，我说，先给你个分吧，多少？9分。才9分，我花了那么多零，你再给我一行。对呀、啊，再加这个零嘛。还是九分，还是零。这个是我自己挺喜欢的，大海，两朵白云。您看这天气，没有一点 PM2.5。对对、啊，其实我刚才没听到，要主题是火车票。他原本是这样的，他说哦，要画火车票啊，那好，我就能画一个火车在海上漂。100分吧，小五。哇，100分，谢谢小五，谢谢，别当主持人了，姥姥你没给我分啊，基本上是0分吧，0分，你还是好好干主持吧，受到创伤了，看见了吗？排在我的后面不丢人啊，真的。其实有他们几个人，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可以画画，真的，千万别把自己先拦住。我就是一个例子，我从前根本也没画过，我也不会画。
但是拿起笔来，你看他们就更不会画了，每个人都会画，真的是。这话说的。我建议这几张画送给现场的观众，再过很多年，说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比如说欧弟，比如说小武，比如说汪涵，这个老头的画，或者他的一个、已经用不了过很多年，他们现在已经觉得我是一老头了。啊，老头就现在的这个汪涵老头的画，对、你拿回去独一无二、真的耶。而且再画不出这么差的画了。谁呀？我要送美女。你这画挺好的，放在家里辟邪多好。来，黑衣服的美女，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姥姥的画好不好？哇，好漂亮、哇！哇，这真的很棒哎、这是画的一个、他们这个当面说棒，我都不从来不相信这个画。那我们在背面，我们在背面说棒。棒棒棒棒，真的好棒，真的好棒，好厉害，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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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太厉害了！你知道到了我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当面说还是背后说，我都不信了，我自己心里特别有数。我们先猜猜看，姥姥这画是什么意思？好，我觉得就是一个姑娘。哪有姑娘？你以为那是掉下来的柿子是吗？那是一个大辫子的姑娘，哦，低着头在树底下纳鞋底儿，等着自己的老公，不是回来。这画应该是一个大辫子的姑娘，在她手里拿着个佛珠。飘飘飘飘飘飘！你是这样，你觉得？我觉得是那种山楂树之恋的那种感觉，就是这姑娘小时候跟一个男的种下这棵树，然后这男的去异乡打工了，他在等待，没了。好好好，小五，你学会画的人。这个树是秋天的颜色。秋天不是初天啊。秋天，我也觉得还是他等待，就是等自己的老公或者男朋友。所以我一再说我不该上这样的节目，跟年轻人在一块，他们说的全是爱情，实际上这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奇迹，你听上去你编可能都编不出来。前几年有一个青海奶奶72岁，她一个字儿不认识。我不是当年出过一本书吗，叫日子。后来那个宋丹丹就写了另外一本书啊，倪萍出了一本书叫日子，我接下来出本书叫月子。妈，你别逗了，你出本月子，我出本书叫伺候月子。对奶奶呢就是她想读这本书，可是她不认字儿。那怎么办呢？她就开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学，她差不多用了5年的时间、然后上千个纸条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最后她终于把这本书念下来了。然后在她85岁的时候，青海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跟我说的是我就不可能，对啊，谁会为了一个主持人的一本破书然后去认字儿？怎么可能呢？你当时一定说你就编导别了，对，编呢，现在什么事儿都能编，瞎编，你天天向上都是瞎编，瞎编，对对对，是真的，除了这期之外啊，对，然后我就见了这奶奶了。真是这样，当时我就说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奶奶，人家为你能干嘛给人家？对，然后我就跟小倩说，我那助手，我说咱们就那个给奶奶买个金镯子。小倩也不知道抠门还怎么，她说现在都不兴那老金镯子，买一个手链叮叮当当上面的哈，然后就送给奶奶。那天请奶奶吃烤鸭，然后我们坐在一块，奶奶把袖子一翻，我眼泪呼一下就出来了。怎么了？奶奶把这个手链给缝在秋衣袖口里头。哎呦！我说奶奶，那你换衣服怎么办？她说你忘了我是个裁缝了，两剪子就下来，两针又缝上了，再换，就是说3天一换衣服吧。嗯，就3天拆一次，缝一次。缝一次。你的手链有这么重要吗？我当时坐那儿，眼泪滴里哗啦往下滚，就这个头抬不起来了，就是特别感动，不知道怎么办。我送给很多人东西，没有这样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就送个什么东西给我们，我们都缝身上，我们都缝上，缝身肉里面缝对。然后我就画了这幅画，然后主要上面写个盼盼，我内心盼着这样的奶奶长寿，比如说活到100多岁，然后活得健康。我也不会画我就画小倩，你知道吧？就画我的助手。小倩来了吗？小倩在哪儿？小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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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晨呢？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买个大金镯子，你要买个小手链？抠门吧。确实是想着好看。你见到那个奶奶了吗？见到了，真的很感动。你回家没有见过这样的？你回家怎么不画去？我要能画，我还站在这儿。哎，说到小倩啊，我们赶快帮小倩一个忙。不是一般人，小倩是这个照顾姥姥。这叫照顾啊？啊，不算照顾。准确的说是半个助手。我认识小倩16年了，她16岁我就认识她。哎呦，完了，把年龄说完了，嗨，完了完了，对对对，16年前认识，也就22，20岁吧，20岁。小倩配音啊，正经特别棒，《变形金刚2》，还有这个《甄嬛传》里头那个叫做浣碧。浣碧，我没想到你把我抓上来，我想叛变。行。可是我有点担心，我回去了，我能会不会下岗啊？上赵老师那去上岗。听说他现在还没有
男朋友一直跟着你的。哦，有时候特别不想用他的事儿，因为他老跟着我呢，见到的都是你们这已经早就有主的人，也真是很难找的对象。然后急得我有的时候见了谁都打听说，哎，你结婚了吗？我结了。他谁问你了？太独立的女孩就是不好找，有房有车，他也不急着找。然后呢，又见识了比较多的人，是就是，哎，要不然是这样，先从外在形容。小倩是川大毕业的，就是我停，顺其自然。我是成都人。哦，你成都的是啊？你是成都的是吗？你要个啥子样子的？嫂子是同一个地方人吗？他说你的嫂子。嫂子，你们家才跟嫂子睡一块呢。什么类型？我要想好了，要不早就找着了吧？我跟他说，不要求表面，他就要是首先智商得高一点。智商高，那还是先要求表面吧。要求表面，那这里智商高一点，然后呢，就是其实他希望有就是。努力工作的人，哦，智商得多高？1.78米就可以。1.7米、啊，你完了，凑合凑合前锋吧。对，前锋不错，凑合。行吗？行吗？他呢，特别有肩膀的人。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头那么重，肩膀一定扛得住。我估计我回不去了，前锋的粉丝得弄死我。没有，不，就说说，我们这正经的。对，真的说一下。真的没有就想过说，因为这个条件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这个人看顺眼了就。没有，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说不出来具体的。他一直想帮我，我一直不想让他帮，因为他特别有能力做另外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助手。现在确实是随着年龄大了吧，有的时候那台阶上不去了。哦。然后我就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帮助我。我今天想揭露你来着。揭露一个。看他戴了一个耳环吗？哎，是，就是，哎，这边就是，我们就是丢了一个，直接在飞机上丢了一个，对，没找着。说破财免灾，对，我们今天那么大雾，顺利降落了，丢耳环算什么？说，太好了，走。然后，哎呦，大气，找湖南台报销。哎，对了，这个好，这个好。你们的剧务特别认真的说，嗯，这耳环多少钱？我说15万。我给您画一个。然后我们从酒店来这儿的路上，来之前，我俩。在房间里一通找，手机又没了。阿姨用的手机永远都是最新的，丢了 N 个。老丢。湖南的观众朋友，如果拾到了倪萍老师的手机的话，对，请跟他联络。对对对，小倩的联络方式。然后我们还在水盆里泡过，在洗衣机里洗过，最夸张的是在冰箱里冻过。啊！买面包，然后呢，就是手机就放在面包那个纸袋里头，然后回家赶紧把面包放在冰箱里。手机放到面包的纸袋。怎么冰箱里一直有手机响？一打开一看，哎，手机在里边响，火了。结果这手机马上就更好用了。要动一下，然后我手机有一天就怎么也找不着了呀，我说怎么办，小倩你快给我打一个，小倩在哪打也不响，当然都找不着了。晚上很高兴，丢呢就再买一个吧，因为半年之内已经丢了第四个了，说好没事丢，找，最后也找不着，开始晾衣服了，因为洗衣机里晾了衣服，晾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口袋里怎么这么沉呢？对呀，一看好，手机被洗得干干净净，洗完以后觉得更好用了，对，不再买手机了，太浪费了，我也心疼这钱。很自觉现在。对，我说你们谁剩的手机多破我都不嫌弃，给我一个用着就行。哎，反正我们都是特别希望小倩啊，在今年2013年的时候。又说到我了。对，我必须把这把它拽回来，因为这是姥姥特别关心的事儿。但我觉得今天在这儿就是有那么多人的祝福，肯定能找得到。没问题的，能。各位观众朋友，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赶快来报名参加小倩的征婚活动。赶快报名的时候附上你的照片跟这个出生年月日跟地址，我们要合一下八字啊。对，谢谢。如果这次找到了哈，生个孩子就叫向上。好，哎呦，上上上上，第二个叫天天，天天啊，对，好，就这么定了啊，掌声祝福小倩，谢谢小倩，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我没想到好会讲啊，对啊，口才真好，这锻炼出来了，也不看跟的谁，对，聪明不是。我从来我觉得我说助理是什么，真的不是拿包滴溜水的，就真正能帮你，你有问题他提醒你，对，然后能够给你做调整，哦，我觉得这样才，否则你真的浪费人家时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你别老让你助理给你拿包了，像个大爷一样。咖啡，我一定会好好的，那个做助理的，好好做啊。说出来画画，是现在从画里面给蹦出来，我们现在再蹦进去。来，很多画家画画都有些习惯，对，有些画家他喜欢就是。画完以后笔也不洗，哇，对，砚台也不弄，第二天往里面倒点茶，那个素墨，对对对，喝掉，然后喝，对对，喝了。姥姥画画有什么特别大的习惯没有？我实际上生活的特别简单，然后也特别能凑合，但是我心灵很宽广。我其实现在画画的地方加起来连3平米都不到啊，但是我内心真的无限。我有时候坐在屋里，我前面有一面镜子，我其实觉得我
透视了我自己，有时候内心很宽广，觉得走得很远，嗯，然后其实拿起笔来很局限。哦，你三平米是哪儿呢？这画室三平米的画室，三平米家里也就角落、啊、对，我们家最大的房子给我儿子写作业。嗯，阳光灿烂，那桌子大的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画画的地方。然后最好的住的屋我妈住着。哎呦，这两个都是不能撵的人，能撵的就是我自己。把您撵到哪儿去了？洗手间。啊，我把那个大浴缸，我们家谁也不用，永远不用泡澡了。嗯，铺上一个大三合板子，小倩给我买了一个60块钱的毯子。哎呦，小倩真够豪爽的。不是，您在洗手间里面经常画什么呢？什么沐浴露？啥都画，点肥皂、牙刷。哎，我们是这样、嗯，我们拿个画板上来好不好？嗯，来台上来。哇，对，这个姥姥现场跟咱们即兴作画。从来就没在这么好的地方画过画，真的是多大的画室啊！这桌子多大呀？你看多长啊？四个桌子。画完了以后能送人吗？反正，您瞧我们湖南的观众多给面儿啊！您瞧，哎呀，我发现湖南的观众特别贪财，嗯，知道我画值钱，然后使劲要。那当然，荣宝斋啊！您这是，正直，正直有没有？来，前锋上，用大头。啊，对，就是对。现场观众啊，哎呀，呵，我还真不相信姥姥您没学过。您瞧您拿笔的这架势，哇，哎呦，真敢用，亮红色。你看多硬劲儿啊，是吧？您是蛇年，我们送您一只母鸡。哎，好可爱哦，小鸡儿哟，天天等着了上。哇哇，好厉害啊，太漂亮了。其实我看了你们的节目，真的要表扬他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做主持人长期以来特别放不下架子，就是糟践自己取悦于观众，这是一个特别高的美德。你要知道真的是这样，我们习惯了在舞台上或在电视上教育别人，觉得自己是主持人有话语权。他们吧，就是你观众要上来说躺下我踹你两脚，他们马上就躺平了，踹你两脚。你汪涵，你是这样孩子哈，我觉得你很受委屈在里边。来躺下，让是你叫前锋吧？对对对对，我觉得你哪天把后卫叫来，对对对对，代替我一下，对，包括欧弟他们都真的就舍得自己小五到一个异国他乡来，这么认观众、认同行，这么糟践。我说所谓糟践，实际上是就跟二人转似的，说我现场打你一巴掌，只要观众鼓掌，我再打你一巴掌。所以说我看你们的节目，我特别感动。当然，这里边最感动还是汪涵，能看出来这个家伙是这你们这伙人里边的核心。对，所以我画了这只大鸡是汪涵，涵哥。然后后面这四只小鸡呢，是你们四个。我后面为什么画了一个拖着腿往你们这奔的人？你们一定是很多人向往，你们希望加入这个队伍，希望向着你们走，天天向上。这可以吗？送给他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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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倪老师。哇，虽然画的不好，但是我的心情在这里边是好的。好好好，我真的挺代表我作为观众。我看了一期之后，上次吴宗宪那期吧，啊对，我特别感动。他们都活上自己，不会跳也乱跳，不会唱也乱唱，只要观众高兴，这种精神很不得了，这是主持人要提倡的。盖章，这个小倩没带摁手印，小倩说嗯，没带那个。嘿，这是绝对了，这指纹是最准的了。哇哇，好，没事。哎，我越看越，这只公鸡越像韩哥，而且真的神韵好像啊，而且好像有戴眼镜框，很凶啊，随时回头看着你们，真的，生怕你们打架，生怕你们吵架，也不会，生怕你们争神儿。对对对，哎呦，这个怎么样啊？带着我的心情。这姥姥，您这是送给我们，那是送给观众的呀？这你做主啊？你瞧，姥姥觉得我的腿还能够再站得更稳一点，腿太细了，这是。知道这一笔是什么意思吗？希望我在这个舞台上站得更稳。哦，给我加点钙，姥姥，您是这意思吗 ？Yes， 加点钙。我还以为是鸡腿粗了好吃呢。你就只想吃二师弟？你什么意思？胖成这样，还是送给观众吧。好哎。哎呦，我觉得这个
哇，这太难了。但这个一下去就刷刷刷。对呀、啊，我有个意见。对。挑选今天现场年龄最大的，你看。哎，我觉得应该今天现场年龄最大，我们目测一下，应该是在咱们这一桌。64岁，还有没有更大的？64岁一次，有没有超过64的？有没有65岁的？三次。有没有啊，64岁年龄最大的这位大姐。好、啊嗯。哇，真的，哎呀。颁奖。谢谢你，不谢。哟，这大姐都快哭了，大姐一上来。照张相，感动感动感动，少心的少心的会哭，哇，真是，哎呀，太感动了，哇，真的难得。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能接受话。来来来来，表了就挂你们家，回头上你家吃饭去啊。哎呀，姐姐真哭，真哭了，哎呦，哎呀，太感动了，多爱，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作品也是特别多，97年的时候散文集《日子》出来了，嗯，然后这个姥姥的这个语录是11年吧，嗯，姥姥送了我一本书，上面签了几个字儿，嗯。按姥姥的话做，哎呦，这个都是您跟您的姥姥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印象当中姥姥给您说的一些话。姥姥是个特别普通的老太太，写姥姥我的预期啊很低，这家长里短啊谁都会写，结果没想到出了以后，我们30万册，很快就没了。多少？30万册，哇，太厉害太厉害，畅销书作家。对啊，是哎，比你那方便面卖的好吧？您自己也没想到，当时我本来是就写给老百姓看的，因为都是大白话嘛。嗯。结果去年元宵节，我们桌上坐的全是社科院的院士，大的这个科学家啊，科学家啊，篆刻学院的院长，那都是真的是大有学问的人。然后说最近都在看姥姥语录，有一个人就彻夜把它读完。我说为什么呀？后来我就发现，不是姥姥，也不是我，是这种大众的普通道理。你就说矿泉水可能会卖得最好，其实就这个道理。您看，您平常遇到什么事儿，您就喜欢画一下，会不会也写一些小文章，先把它给记录下来？我从来不记，你记住，你忘了那些事儿就不值得留。你能够写出来，或者过很多年你都不会忘了，这就一定是融入你生命了。我们很多人做电视，大量的是用这个摄像机来记录这些画面，姥姥就把那些画面先印在脑子里，然后让时间去帮他筛选。对，我们来看看筛选过后这些小事当中的小人物，特别可爱。我们拍了一张。倪萍大姐，那个每次来啊，我们都跟她打招呼，然后呢，她呢不好意思了，每次都跟我们这四家，一家买一只鸡，买4只鸡。我一回上这个市场来买东西嘛，走到我的这儿，我说有事，电视里看着你那么年轻，怎么会老了？倪萍大姐没有架子，跟咱老北京倍儿贴切。你的姐，你也得注意好身体，该吃吃，该享受的得享受一点。倪萍大姐过来一般都不化妆。都穿得挺朴素的，所以我做梦也没想着我能见到倪萍，比我想象的都还好。他搂着我拍的照。倪萍大姐，您瞧，下次您去买，涨价了，涨价了。但是我们是真没想到，你们几位出去买过菜吗？有啊，我出去买过，常常买。认识你的观众会怎么说？哎，欧弟啊，哈，你来买菜啊？我说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他们都会送我葱啊、蒜啊，葱蒜，就是你蒜跟葱是吧？不，那个前锋你呢？之前买过啊。后来上了电视以后就没买过。气源，我经常陪我妈买菜，然后经常我也会跟他们砍砍价。你还砍价？你还要脸砍价？姥姥多好，4个店啊，都是卖鸡。姥姥觉得光到他们那儿买不合适，不合适，一次买4只，难怪一画就画那么多鸡。对呀、啊。小五买过菜吗？我买过，但是在韩国不认识我。哦，不认识他。对对对，我也买过，我喜欢买一些小古董。哦，我只要一出现在街口，哎，里头消息树就倒了，啊，烽烟也就放起来了，然后彼此就开始喊，汪涵来了，汪涵来了，快点把假货都拿出来，他不认识，把价钱都飙高啊，快点啊，刷局啊，你那是真是就，跟他们的大姐也搂着一块照相。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职业，您也不化妆就出门。这小倩整天说我，说你吧，说现在咱门口全是偷拍你的。是。我一天到晚上微博破气聊烂的，我说哪天我穿着晚礼服去买大白菜，我看你拍不拍。你穿着晚礼服去买大白菜，没人敢卖了。对对，我们这种特殊的职业啊，什么那个大家都认识你，这真的不是一个光荣或者不是一个成就。你都上了20年电视了，大家不认识你，你脸上得打上马赛克，包括你们啊，别骄傲，说汪涵给我签个字吧，跟我喝个影吧。来封表扬信，你觉得你是全国最牛的主持人，然后你要说再为此把生活也改变了，
然后你必须每天穿着晚礼服在家里刷着碗洗着筷子，因为你是一个名人了，你一生只在家里说同志们好，各位观众你好，起发，对，你每天这样哈，你三个月你就是神经病，知道吧？对对对，反正我这心比较软，这倒是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顺子叫我去买一只鸡，说拿回来四只鸡，你知道四家鸡店，你说上汪涵家买吧，其实也是小心眼儿，这农民心眼儿，反正就是觉得他家今天没买他的，然后我有时候说妹妹下次上你家买，然后那个就说了姐姐我今天新来的这乌鸡你要不要，好吧买一只，来一只，那就他俩那个就说姐姐那个我这鸡你看上次你要那种这回来了，嗯，好妹妹买了，哎大姐你看就剩下他家了，我们家鸡会下蛋，对，然后你就买了，然后呢我的观点嘛就是不跟比我穷的人砍价，陈元你这人砍什么价呀，对，有的时候去吧哈，你一把葱一把蒜，有时候买个香菜吧，绝对都说姐姐拿走吧你回家吧，那我说妹妹可不能为两毛钱一块钱我心里上一天都不舒服，我愿意付钱，碰到那比我有钱的我砍的比谁都狠，买房子先拦腰砍，拦腰砍，记得姐姐你不知道吧，房子没有这么拦腰砍的，九五折就封了，我说好那就八五折封一回，比我有钱的我一定是咬着牙跟他砍，反正有钱的帮那个没钱的，对，没钱的再帮那个确实没钱的，多好，就是这样。没有，但我这也得更正一下，我跟人卖菜的砍价，我砍的是乐趣，你知道吗？比如说人家说这把菜三块钱，我说给你五块，我砍的好吧？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掩饰就是事实。而且你耳朵都红了。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您姥姥跟您交往的时候是用家乡话吗？我们知道您是山东荣城，姥姥是荣城的，我爸爸家是青岛的。姥姥语录说给咱们听听，用姥姥的口气和那个语言。姥姥要是见了你啊，肯定说：“汪涵呢，你这个眼睛怎么没有眼睛片儿？”没有眼睛片儿，这是用来遮黑眼圈儿。不用，那下了更好看，你看多好看。哎，姥姥还是这样的人，说：“戴上更好看。”呦，姥姥就特别中庸，让每个人都特别舒服。是啊，说话跟唱歌似的。对，那本书我是看了。哎呦，很多话就是像刚才姥姥说的一样，特别简单，特别朴实，但是你就觉得简简单单反倒能够直指人心。对，你比如像刚才说的那一句啊，特步天天向上，马上回来。来自新西兰的羊奶粉宝拉贝缇。均衡营养，易吸收，不上火，让中国宝宝快乐成长。羊奶粉，我爱考拉贝奇，现在订购可获赠考拉贝奇助眠枕哦。天天向上，现在继续。姥姥语录说给咱们听听，用姥姥的口气和那个语言。姥姥要是见了你啊，肯定说：“汪涵呢，你这个眼睛怎么没有眼睛片儿？”没有眼睛片儿，这是用来遮黑眼圈儿。不用。那下了更好看，你看多好看。哎，姥姥还是这样的人，是戴上更好看。呦，姥姥那就特别中庸，让每个人都特别舒服。是啊，说话跟唱歌似的。对，那本书我是看了。哎呦，很多话就是像刚才姥姥说的一样，特别简单，特别朴实，但是你就觉得简简单单反倒能够直指人心。对，你比如像刚才说的那一句啊，没有人的时候把脑子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晒，浑身轻松好多。哎呦，人有两条腿不能走得太快，走快了魂儿跟不上来，没有魂儿的人做事儿常常是做错事儿跟傻事儿。对啊，我以前也在节目里面跟你们说过，印第安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谚语，他们出去如果是能够赶四天的路，他们到第三天他们要休息一天。哎，别人问为什么，说我前三天跑得太快了，我要等我的灵魂追上来，否则的话我哪怕第四天到了那个地方我也办不成事儿。姥姥当时跟您说这些话的时候您记在心里了吗？还是就觉得哎呦姥姥又在这跟我们说这些？我跟她50年相处，我从生下来姥姥就跟着我，然后一直到姥姥去世99岁。哎呦，因为姥姥小脚嘛，不能穿裙子嘛，我傻了吧，当女人一辈子都没穿过裙子。您肯定不会这么跟姥姥说。肯定就这么说。您跟姥姥说姥姥您傻了吧。对，太能了，我傻了吧，没裙子穿这一辈子。姥姥说你围裙也是裙子。姥姥天天围着围裙，就她对职业的热爱。而且姥姥是那种智慧吧，我还说不是家庭妇女的小智慧，是大智�慧。她儿子当兵26岁为救战友牺牲了，那你对一个50多岁的母亲来说，你想想这个痛苦
当部队首长来想跟姥姥说，姥姥把手一不用学了，首长咋当兵的就是这个名，国家使万了咋才使，印子有名好的跟着当郡长旅长的有的是，咋这个名不好国家使万了就没有了。姥姥说的时候嘴角是向上的，但是喉咙是那种热的，他说国家使万了他没有了咋就是这个名，他认命，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他觉得当兵的为国捐躯是应该的。是，你看他有这个胸怀，一般的得哭成啥了。嗯嗯嗯，但是他也痛苦啊，他一晚上他整个后牙，这后牙是最硬的，姥姥整个后牙都成了面了，一碾全碎了。但他就这么坚强。那个烈士陵园离姥姥家就三里地，小舅舅死了差不多快40年了，姥姥从来没去看过，人对你儿子真不好，也不去看你儿子，也不想你儿子。他说他整天在家了，也特别迷信吓人。我说你怪吓人的，在哪儿？我们坐桌上吃饭，他说那么坐那场。我说在哪儿咱都看不见，姥姥说你孩子死了就当妈的能看见，而且我们姥姥那种吧，不知道是真迷信还咋的。他就说，他说你小舅管哪儿都去了，还就什么去过，你多会儿去过就捎上他。我说行，姥姥这会儿去美国带上你儿子，收拾一下行李啊。从美国回来，我跟姥姥说，这会儿你儿子可见识，意大利面、牛排、华盛顿哪儿都去了。姥姥特别欣慰，说好啊。咱们那本书是哪家出版社出的？是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朋友啊，看完我们这期节目，赶快再加印30万。我估计咱们这个节目做完之后，不但是现场的观众，电视前好多观众都特别特想看，想看看。不是，我真的也不是推销书，姥姥的很多生活过日子方式方法，你拿回去就能用。我经常说，姥姥是我们家的一杆秤，什么事儿想不开，姥姥说你倒个锅就想开了。姥姥那她要借我钱，那他不还我怎么想开？老师你就当他你接他的，你心里上就可舒服，我不给他了。哎，挺有道理的。这换损失有点大。谁说损失有点大啊？30万本书一卖就又都回来了，都回来。刚才一说这个小五都举手了，什么意思？连想我都想看。出本韩文版的是吗？哎，你还真说对了，我们这本书还真的是韩文出版了。哎呦，对，这给我寄来吓我一跳，然后叫生活过生活过着思密达。对，我回韩国必须要找找人买。我觉得我刚才就是姥姥语录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把我那一下给打懵了。什么话？哪一句？围裙也是裙子。哎呦，韩哥我悟了，姥姥围裙也是裙子，对，腿短它也是腿。好，真是太棒了。应该是围裙也是裙子，增高垫他也能高啊。我有个围裙也是个裙子，头大也是个头。哎，你要这么说就是一盆浆糊他也是个脑子。哎，您打比方刚才怎么就扯到我这儿呢？他就顺手，他也不能这样。对，这样变孙悟空了。好吧，我们刚才又聊完了这个姥姥，我们再来说一下演员。美丽的大脚，浪漫的事，泥鳅也是鱼，雪花那个飘。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就用这个词给夏老师造一个句子，表达什么呢？表达咱们欢迎夏老师来到咱们这里上课的心情。我儿子叫石头，埋在这儿了，他才16岁。也是不把他当个崽儿，咱自己不能不当个崽儿了。你从这儿了，你这也是抑郁啊。我想告诉大家，要说爱电影，我张鱼儿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没办法，吃货很多奖，演戏也吃货很多奖。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哈，倪萍老师一般演的都是小角色，小应该小人物。这是通常所有人的看法。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一直在演大人物。像这样的人是广大多数的，就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找我演过就是科级以上的干部，科级以上的，然后也基本上没有找我演城里的，杀猪的到卖菜的当保姆的，就是没有一个劳苦大众。反正就是你演的角色脸都洗不干净，都洗不干净。很多人说你，哎，你为什么拍获奖？后来我告诉他们，我说我的秘诀，什么秘诀？说我想演就生活在城市，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然后生活特别绝望，但是又苦苦的挣扎，然后在完全没有任何亲戚的城市里能够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我
用了一个笨办法，就是我拍戏将近三个月吧，我没洗过澡，没洗过头。我开始第一个星期痒痒，第二个星期有点挠，第三个星期挠破了皮，第四个星期已经结成板了。对，哎呦，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已经挠不动了。我从走廊，我还没拐过弯了，我们剧组的人就说：“是不是倪萍老师来了？”闻见味儿了。对，哎呦，已经馊了。哎呦，但是我坐在那儿，马路边上，我在学校门口等着孩子放学。嗯，我眼睛中的那种希望和绝望交织，就绝对谁都演不过我。去年我演那个《最强拥抱》，我演一个大公交车的司机，一夏天我就穿的那孔雀蓝的那套工作服，的确凉，那种加厚的，加厚就不透气，你知道吧？我每天穿着这个哈，走在路上出那个汗一圈一圈的吧，你往公共汽车一挤，你就在演的时候预备开始，你不用重新起范儿，你怎么演怎么试，你拿着盒饭，拿着大茶缸，叮铃咣啷一走。我们院人还说这倪萍这夏天怎么了，就神经病了吧。但是你要知道，永远的留在银幕上，事业就是其实得这么做。我自己就这种笨办法拯救了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怎么有点假？这假不假不假不假，这个也假。这个眼神倪萍老师你看不出来，说什么？再说一遍。听君一席话，慎读十年书。太安息了。接下来这一段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崇敬的。哎呦，主持人因为跟我们的行业是最近最近的。是，姥姥是哪一年进中央台的？88年开始在中央台做节目。那个时候您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了，在80年代的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还有机会当干部，然后科级以上干部，那是肯定的，必须的。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坐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团19岁最年轻的成员。妇女同志们还不鼓掌？哇！然后那时候已经是山东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了。然后我当时走的时候，我已经拍过7部电影。这一听说上北京啊，什么都没想，提溜着包就走了。跟姥姥商量了吗？去北京之前？那时候大事儿都是通知姥姥。姥姥怎么说？说你要去北京了。姥姥好啊，好啊，带上你舅舅。上哪儿都带上。所谓成名了之后，我就跟我那些妹妹弟弟都说，我说做个普通人挺好的。其实当所谓的名人，老天挺公平的。给你多少拿走多少，你咱别争，别都挤到山顶上，山下挺好的。你姥姥说什么？不对，别听那姐的，那姐的站在山顶是不叫拿上去，有本事还得上山顶去看一看。我说山顶子那么小，都挤上去站哪儿啊？姥姥说你上不了大山，上小山，上不了高山，上金山。哎呦，你说的姥姥鼓励人有能力。我说那都上山多辛苦啊，老师拐个弯也能上，就是念书多点。50年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等于我说姥姥一直拉着我的手这么走，突然这个人撒手了，你抓挠不着谁了。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我精神上是极大的依靠他，依赖。对对对，依赖他，只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当时我们台其实特别偶然，很多人都觉得我也有关系什么，其实没有，也就是一个运气。当时我在青岛和唐国强、宋佳。唐国强老师，我们说一下，跟倪萍老师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哦，青岛39中，那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中学，陈好，张山、王慧春、王静他们都是。对对对，全都是。然后青岛。那时候刚刚兴，都也不叫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好像大家热热闹闹凑在一块儿，又唱又跳的。然后我就去了中央台一个导演叫刘瑞琴，比我还高，是一个女导演。然后他就从取景框里发现我是一个特别上镜、特别会说话。那时候我的脸就是一半儿。我也是，我以前演脸也是我现在的一半。哦，我以前脸也是一半，那也够大的。他从取景框，他说：“哎呦，他说这小女孩是哪儿的？”那时候我才20多岁，然后人就介绍说他是山东话剧院的一个演员。他回去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有个栏目叫人与人，希望你能来试试，又主持又演小品，这正好是我的长项。我一到北京下了火车，我说我上哪儿找你们呢？他说我们就在国际饭店。呵，我当时是以为听错了呢，怎么国际饭店？咱都没进过那么高级的饭店。从此就在这里边又吃又住的，然后呢就开始录了人与人。我特别想问一下，您那时候进到中央电视台之后招人待见吗？您太不招人待见了。周主任把我介绍进去，我右脚还没迈进去，然后周主任话已经说完了，说是你们新来的同事叫倪萍，她是你们综艺大观的这个主持人。你像咱现在说，哎，新来一个人，你就假装着，对，又来了，对对对，来坐。哎，汪涵，你坐，你哪怕说你对手，你也得说
欢迎欢迎。虽然你看每次何老师进来我都对都躺下，你都不在都躺下。嗯，咱本来是想充满热情，因为我们团肯定都热情的不得了，走的时候还哭呢，正好没一个人。你是多么不受待见，感觉是热脸贴冷屁股。对对对对。然后这时候迈进去了，我们主任在后面说了，说李本娜当多子四女里他是福建人，福建人，我就真的就跟踩着高跷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上了最里边那个桌子。我正好桌子上有一张光明日报，我就一直在看着光明日报，头就绝对一寸都抬不起来。我们办公室11个人，我现在不点名了，全是中央台现在最著名的导演，我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马上就知道他是谁。谁？人家说不说了，不点名了，不说了，说特征。跟他们几个人说走走走，那时候刚兴大排档，说走走走走走，咱们大吃大排档，哗啦哗啦就走了，没有一。你中午在哪吃饭？我那个眼泪就冲着那个报纸，滴哩吧就跟下雨似的，滴哩吧滴哩吧滴哩吧。但是这一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就那一瞬间，我就想我一定在这好好工作，等着瞧，等着瞧。11个人都回过头来说，啊，倪萍中午上哪吃？那种不知道是什么心理。真的不到一个月，我的运气就这么好。就是当时程方圆和王刚不是在做这节目吗？啊，对对对。然后他俩要去欧洲，这个栏目是直播，没人做了。哦。当时洪明生台长说这家伙比较灵。那时候还是同志们，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这样，难忘今宵。结果我因为不会这个播音腔，没起那个范儿，不知道从哪起范儿，反而救了我了。我一上去说，我说观众朋友，我从前和你一样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的，但从今天开始，我和你不一样了。我现在在这主持这台节目，你在家里看电视，但是我知道你想。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新年伊始的时候，综艺大观作为大家的老朋友又和您见面了。新年的第一次见面，当然希望有个新的面貌，就像这年年盛开的迎春花那样金光灿灿，生机勃勃。好，第19期综艺大观由我和牛群来主持。能和咱们综艺大观的新主持人倪萍一起合作，我当然非常高兴。谢谢。哎呦，厉害哎！哇，你知道吧？我们办公室就一个女导演，叫陈雨露，春节晚会总导演。对对。就她当时几乎是要骂我了，因为杨澜已经作为那种英语又好、又年轻、又漂亮、又智慧的女主持人出现在正大综艺，和我们是对手。综艺大观呢，就想找一个压过她的，恨不能会8国语言，恨不得长得18岁，恨不能是。结果来一看，山东一个土妞，穿着皮裙子，上面穿真丝衣服，完全不搭调。一年四季都穿什么了？没事啊，姥姥说皮裙也是裙，皮裙也是裙。对。然后陈雨露从镜头里看见我了，然后就从那个切换台站。这是咱办公室那女的吗？弄错了吧？是她吗？她怎么这么会说话？哎呀，太上镜了，好激动啊！兴奋。下来以后都上来拥抱我，都说太好了。然后陈雨露说：“哎，你晚上想上哪儿吃？晚上都上哪儿吃？愿望实现了。”对，这是姥姥第一次上镜主持节目。是我们说一下我们自己，那时候才16岁，第一次访问的人叫做张学友。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学友哥就这样看过来说：“你没事吧？”然后学友哥，对不起，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一直哭，就这样一直哭到结束，我什么都没问。小五第一次主持节目，我什么都不懂，听不懂，看不懂，就傻傻在这儿。一站就站了4年多，大家还那么爱他。哎呦，不容易，不容易。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我从小就脸皮薄，见人紧张啊，这都看不出来。别闹，一场节目就说了3句话，哎，啊，好，就说了3句话，然后那个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洗澡似的，特别紧张。峰哥，之前在文工团嘛，上台主持就是那种很正的那种报幕。当知道要来《天天向上》的时候，听到韩哥的名字、欧弟的名字，啊，我就觉得我在他们旁边能说一句话吗？果然。没有说什么话，果然进来以后就在旁边一直在看，一直在学习。然后网上就有很多人来骂我，哎，我倒要看看到底能骂多难听。果然有那么难听。网友的能力往往是超出了你的想象。对。然后我就像倪萍老师一样，我就暗自许下了一个诺言。我说我今后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花瓶。
有人说他是花瓶，那是夸奖哎，那是夸你啊，哪有这么大口的花瓶、啊？就是、我连花瓶的资格都没有。我第一次主持节目，化妆师说我的嘴稍微小了点，哎呦，说这孩子嘴那么小，跟他画大点口红唰唰拉到这儿啊，头发给他弄新潮一点，就跟我用那个烫发小卷小卷小卷卷小揪揪，哎呦，他们说哎，这请一个这么年轻的主持人，怎么跟如来佛一样？上面是卷，前面有大馒头的大嘴。你看，姥姥上次第一次上电视，对，侃侃而谈，无知者无畏，你知道吧？因为没在广院学习，也不知道怎么叫主持节目。你唯一的本事就是。从内心说话。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怎么样做好一个主持人，忘掉这个主，忘掉这个持，记住这个人。哎呦，主呢有可能是头脑，对，持呢是一种技巧，人是一种情怀。哎，把技巧也忘了，把头脑也忘了，你用你的情怀去跟大家交流，大家一定会被你打动的。我觉得倪萍姐就是这样子。没有，表扬我。我们在国外其实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些喜剧明星，其实我知道生活中都不是这种耍的人，一到了节目就想尽办法。真的刚才说的我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在这站了四年了，对、啊、下午又说不两句话，这份内心对观众那种深情的爱其实很珍贵，很了不起，我依然非很感动。所以真的不用表扬我过你说我怎么对观众感动了，我们又在装，因为真诚一点啊，真是，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我们一样对观众怀有那种尊敬和爱，才有我们一起站在这儿。您介不介意有很多人说您的主持就倪萍的主持那有什么，就煽情呗，催泪弹的。对，那个时候真的挺在乎的。所谓在乎，就是觉得冤枉、委屈，明明是真的，他非说你煽情。特别是回头看，真的都是真的，那我就其实。就不怕。其实说到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我觉得最关键一点是你生命当中很难遇到的一个好的另一半，就是你的搭档。您说到搭档，您也想到谁？那当然是赵老师。赵老师，赵老师，伟大的赵老师，是一代宗师。一代宗师。我们接下来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宗师赵忠祥，掌声有请。那个宗师，您得说平身，要不然他们不起来。我跟他们交代过。不是，这个叫什么？起来不行。叫什么？跪安都行。跪安，主持爷，谢主持爷。哎，对，不好意思啊，各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那个弟弟妹妹们，我不知道他们给我设这么一套，说你们这几个人够压岁钱？不，别提钱啊！你提钱，赵老师扭身就走啊！我大概有一个多月没见着钱什么样了。一个多月，赵老师，宗师，宗师是很……我求求你们了，老赵也好，赵忠祥也好，或者赵老师也勉强，什么宗师啊？宗师不是那个叫是王家卫的王家卫一代宗师是吧？里头还有一个章子怡是吧？对对对，跟电视台还有关系。我们好，这是您说的啊，您说的跟电视台有关系。对，他能敢说跟电视台没关系吗？家属，也不是。至少跟电视台也有合作吧，录节目，合作对，那行，我们就叫您赵先生吧，是我们的先生。很多人的，给点掌声。哇，谢谢。您还这样的，怎么萌？我跟你们学，真的跟你们学的。我一看你们节目添毛病了，我。什么叫看我们节目添毛病？添什么毛病了呀？就是刚才说的，那都是你们的毛病。我们也没这样，我们也没这样。我们一般都。欧弟，你说你说没有？那是我的毛病。对。我想问一下，那个姥姥跟那个赵先生搭档主持春晚多少年？七八次。我们要告诉大家，13届两人一起搭档主持春晚。有那么13届？13届，六七次嘛，六次加七次。刚好是13次。我之所以当主持人，就是因为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赵先生的那个《动物世界》。动物世界那个时候，大家都愿意模仿他的声音。你先吧，你那是哪年？1883年。40年前吧。什么叫40年前？80年代，全都喜欢模仿。对，来一段。北极熊正用了丰厚的脚掌，在冰天雪地里慢慢地爬行。这是猩猩，特别有磁性。北极熊，我北极熊属猴的，对。猩猩，我第一次做动物世界的时候，
正好播的那个片子名字叫珍妮和黑猩猩。黑猩猩很厉害的，但是珍妮是很温柔的一个女性，能够跟她近距离的接触。往哪摸呀你？黑猩猩一直在痴情的对人间的货币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这张纸可以换来水果，可以换来他想要的一切，可以保护他的生命，可以保护他的黑猩猩的掌。你开车？这个掌有猩猩开车的镜头啊。其实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就是更好的保护它的原始栖息地。对，同时要解决当地很多老百姓他们的这样一种生计问题。对，当地的这种野生动物的存活，变成了它的一个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对，你不用去提倡保护，你敢到那去侵犯黑猩猩，它跟你拼。对，人进入了文明社会以后，你已经有了这种你饲养的家畜，对，是吧？然后呢，你已经动物蛋白足够了，嗯，再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这种嗜好、口腹之福，吃野味儿，屡教不改，非常残忍。我觉得厚颜无耻啊！他以这个你们不敢吃，我敢吃为荣啊！对，网上有很多网友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去惩处那些捕猎的或者盗猎的那些人。对，在这个餐馆里面有人吃野生动物的那些人，是吧，给他曝光登报。对，然后问问他是他自己的钱不是，只要是有奖举报，我想那个连那个伙计都可以给他举报。你自己花钱也不应该吃，你自己不是，不是说你罚了你钱就完了。我给赵老师让舞台，我在那爱脚爱事爱脚的。不是他躲我的戏。赵老师在台上，我就找地方睡大觉都没事儿。赵老师永远撑在舞台上。您这是属于抬杠啊，就属于啊。这不是，我就说曝光。对。至于怎么惩处他，咱们大家商量。就让动物再吃它。这有点难吧？没有购买就没有伤害。很多很多人都是看着这个。哎，赵老师，这个、我坐在这儿好，还是我上后台去等着？上您就坐在这儿，您坐在这儿，我们踏实。你是以退为进，咄咄逼人的这种感觉，你就还是在这儿，在这儿待着、啊，就在这儿待着，老实待着。让你说，你再说。这话也只有您敢说。您现在入行多少年了？上个世纪1960年的二月，1960年，我妈60刚出生，到今年53年了，这是您当时，哎呦哇哇，这是我刚那个报道的时候让我交的一张报道照片。赵先生是身份特别的多，还有一个身份跟那个姥姥重叠了，哎呦，画家哦，诗人、作家，很多人都说您的这个水平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些专家了，写诗词，超过专家，宏观上说没错误的，不是，哎，这是对专家的一种贬低，你可能说超过了数学专家，哦，某些化学专家，但你不能说超过了诗词专家，这是这就不行，这就不行，哎，老了一回来就拆墙的，我们那个摘录一段，我们现场朗诵一下。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你还用拿书照？你就念就行了。真就是赵老师写的。特步天天向上，马上回来。来自新西兰的羊奶粉宝拉贝缇，均衡营养，易吸收，不上火，让中国宝宝快乐成长。羊奶粉，我爱宝拉贝缇，现在订购可获赠宝拉贝缇助眠枕哦。现在继续。赵先生是身份特别的多，诗人、作家，我们那个摘录一段，我们现场朗诵一下。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你还用拿书照？你就念就行了。真就是赵老师写的。我曾经在壶口瀑布，黄河，我做黄河大合唱，我在那儿主持过，回来写了一首诗。好，这个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警戒，在他们对钓鱼岛逞凶之前，我已经预先写下了埋下了伏笔，等着他呢。听听看啊，万马悲嘶夺一门，惊涛怒吼浪狂喷，奔雷虎口经年唱，黄水河妖更古魂，
血染沙场，除敌寇，气冲霄汉，保儿孙。英雄今日又相聚，正气高歌，中国魂。好，我要求啊，我来一遍。等于没读。当当的当，当当的当，当当的。万马悲嘶夺一门，惊涛怒吼浪狂喷。奔雷虎口今年唱，黄水河妖亘古魂。血染沙场除日寇，气冲霄汉保儿孙。英雄今日又相聚，正气高歌中国魂。哎呀，大师在这本书之前还出过很多书，都跟这个时光岁月有关。我以岁月为一组呢，写过三本。哦，岁月随想，岁月情缘，岁月缤纷。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所以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赵先生当时学画画是跟黄胄先生。我其实学画是非常早的，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看见蝈蝈啊、蚂蚱呀、啊、蝴蝶呀、啊，就拿那铅笔在纸上涂鸦吧，这叫。您这跟齐白石一样。对啊。刚才那个姥姥画了一张画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是我们什么都没捞着。现在赵老师来了，我们赶快笔墨伺候。赵老师画画，你准备好钱，我说他不可能给你留下。想好了，赵老师也不可能给你画大画。赵老师给我助手小倩画了一张画，我的妈呀！多大？说出来我都嫌丢人。嘿，还没有鞋底大。那已经不错了，叫比较大的一张画。来，那个彩纸。那赵老师画完这张画，今晚上就上吊，你知道吧？他没画过这么大，给人家送给人家，多心疼啊！你要画是按尺卖的。姥姥，您给我们解说一下，您上来。20多年前上黄胄老师家去学画的时候，本人倪萍领着赵老师进那门的。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赵老师手里有黄胄老师的画30多张。哎呦，本人倪萍。一张没有。真的假的？赵老师毛细保证。赵先生，您得说实话。我现在啊不得不这个把历史的真相啊再还原一下。我和黄胄先生认识是在70年代末。哦，我跟倪萍的认识呢是在90年代、八十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70年代末可能带我进黄胄先生家吗？还是十几的小孩儿？那你那时候你多大？但是赵老师确实没有动笔画。他说这个事实是有一年大概，那时候你还不会画驴，十多年前的一次这个元宵晚会，他们那个综艺大观进到炎黄艺术馆去采访黄胄老师。黄胄老师看到倪萍来，他肯定会想起我呀，说你们来了没把钟祥叫来吗？这个时候他给我打的电话，我赶过去的。您瞧，但是绝对不能说明在这之前是我不认识黄胄，不是不认识，是但你没开始跟黄老师学画驴，赶紧画吧你。对，这张就给我了。赵老师这人好欺负。您平常喜欢欺负赵老师？不是喜欢欺负，他确实有事让我说，你没事我随便就编了。对，什么把柄落在你手上？除了赵老师抠门以外，据说刘海粟老先生，中国大书法家，上我们台去写书法，老先生哗写完了之后，有一张写坏了，点了一个墨点儿，随手一团，唰就扔在支篓里。这时候看一个年轻人，19岁，瞪着一双大眼睛，唰就顺着支篓过去了，捡起来这个就揣回家了。刘海粟老先生知道了。说这小伙子说明喜欢字，把他叫来，刘老先生就给他补了这张画，然后老先生一高兴又给他写了一幅，这两幅画现在还在他们家，就太值钱了。有的人虽然抠门，但是很知道敛财呀。给赵老师拿点水喝，小心快，公家的水不花钱，快点。这是赵老师的杯子吗？赵老师怎么能舍得买个杯子？我的妈呀！过去梅先生、梅兰芳先生走到哪绝对要拿自己的杯子，因为他们都是裹嗓子，你知道吧，不能随便喝别人的水。赵老师喝了一辈子别人的水，这在我的千动员万动员之下买了个好杯子。这杯子绝对特别贵。赵老师多少钱？人家送的，你看没有？
有一年夏天，赵老师穿了 T 恤衫哈、啊，我的妈呀，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前面写一排字，山东淄博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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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厂，知道吧？我说赵老师你这干嘛这是？他说那他们送我的，送了一沓，我就穿。赵老师现在里边穿的这个衬衣和他们家窗帘是一块布。有这么寒碜人的吗？我去保证你没去过十里河他那家，没有。看看，先生没叫我去过。咱不知道是做窗帘剩的做衬衣，还做衬衣剩的布做窗帘，反正说明会过一样的，会过。这么会过，他也不是没钱。他们家床底下他现在是对节能减排的一种抵制。他们家十里河那个房子门口啊，必须走过红地毯。后来我说你干嘛门口铺地毯？他说人家送的。真的，赵老师您脾气真好。嘿，没请你吃饭是吧？请过一顿。吃的什么？而且就才去年请我吃炸酱面，提前一个礼拜就准备了。我跟小倩我们基本上是三五天都没吃饭，等着猛吃一顿炸酱面啊。刚上来不一会儿，他就说撤吧撤吧，都吃差不多了，吃多了也难受不消化。然后上了几道菜，他不停地转那桌子，你谁能筷这么夹？你只有放下筷子夹。最后让吃饱了是什么？一个朋友送的，那叫什么？鸽子，鸽子，鸽子就是北京的一种老小吃，就打发了。这顿炸酱面吃的齁的，下午到处找水喝，他就想让你吃的咸一点，少吃嘛。我后来问他们家小辫儿，我说那你们到底煮了多少炸酱面和这些菜，干嘛都收了？他说明天王刚、杨澜、菊萍要来吃，一餐多请啊。他们家请客永远是吃多了不好，他们自己也吃那么多。你看赵老师画的这驴都特别抠门，三个人挤得那么近干嘛？那么辽阔的草原不能宽敞点吗？赵老师学开车在驾校47天，赵老师一天都没落了去。你要知道起早贪黑，最后47天以后，他老婆和他儿子都学会了，赵老师没学会。为什么？他这47天扶持活了一个炸油条店。他们一家吃了将近40斤油条。赵老师一到呢，早晨7-8根，2碗豆腐脑，人吃饱了他能不困吗？师傅说赵老师上车吧，他说那睡会儿吧，快困了。睡完了就快到中午了，就快下班了。赵老师下午台里要录音啊，就回来了。明天早上又去了，又是7-8根油条，2碗豆腐脑，吃完又睡了。然后赵老师到现在也不会开车。那个油条铺后来你走了之后真倒闭了，生意那么好还倒闭了？不是，那赵老师不吃谁吃啊？可我们五洲大饭店那时候门口哈、啊、挂了一个牌子，说这个免费那个送一只烧鸡。这是这样，有一年呢，中央电视台一个代表团住的那个饭店说今天晚上呢要请客吃饭，就派我给领导订桌餐。今天店里推出特菜，一只烧鸡1元。那我说来只烧鸡吧，10桌10块钱，10块钱，再弄点咸菜，再一个桌一锅粥，对，也不是粥，主要面条，也不用别的了，你还要什么打卤什么，有酱油醋在桌上就齐了。对，别的菜我这样就回去，我就跟台长交代了，我说这个就大概20多块10桌，平均一个桌23块钱。后来我们台里不干，我说我就不干了，你们爱谁定谁定，我就这样。哪个部门请我去订餐，我就订这餐。然后台里就说23块钱一桌太便宜了，赵老师就跟人家那个老板说他们不订我订，我也别的不订，我就是订一只烧鸡，我吃完了就走。人老板气得半天没说话，就得1块钱吃一只烧鸡。人看这么大岁数又是国嘴，也不好意思撵回来说你再点点别的菜吧。赵老师说我一只鸡都吃饱了。后来人家那饭店就一看赵忠祥来着，接着说停业。后来也倒闭了吧？倒闭了，那能不倒闭吗？你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是假的。给公家的，对呀、啊，台的钱呢？对，就是没花你，反正有。电视台请客花我的钱呢？不是，您我给电视台去订餐。对呀、啊，但是我考虑不能这么花台的钱。对，有一段时间赵老师不是心情特别不好吗？然后我跟小倩说，我说咱们去看赵老师，请赵老师吃个饭。赵老师心情不好，到黑龙江办事处那还没到，一看赵老师坐里边高兴的哈，以为是遇到什么喜事了。我们就说那点赵老师最爱吃的吧。赵老师就是说着笑着4个猪蹄吃完了，说
咱们开始点菜吧。我和小倩一共带了200块钱，后来赵老师松鼠桂鱼什么饭吃了一桌子。话筒赶快，历史的真相，话筒伺候着你们，真是这孩子，趁我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就进攻。说了那么多，同志们，你们去东北菜馆走遍全国，哪有没有松鼠桂鱼？我这怎么明白了吧？当然了，东北菜哪有松鼠桂鱼？您就编吧。傻了吧？改革开放南北菜大混了，你知道吧？现在在北京最火的就是湖南菜。反正得维护宗师。赵老师，你签名的时候别写赵忠祥，写抠门祥。哎呀，但是赵老师的孙子太有福了，赵老师这么抠门，财富都留给谁了？就出生这孙子，赵老师家床底下那些古董都留给这孙子。哦，都在床底下呢？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都在床底下呀？据可靠人士透露。好嘛，赵老师您这防不胜防啊，真是也不容易，在别人胡编乱造声中画着画，是专心致志的也不容易。刀，你要捅我，你早点说。你这孩子，赵老师家亲戚，这孩子特别向着我，他实在听不忿，听不下去，拿着刀就上来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一幅赵老师我还范先生我们一起合作的画哈，赵老师。哟，您两位跟范先生猜一猜，这张画现在在谁手里？那肯定是在赵老师手里。对，我就是一个瞎精神，表面上精神，最后一幅画还没弄到手。范先生的话您也弄不到，弄不到啊。王先生您也没弄到，没有啊。在炎黄艺术馆的时候啊，我拿一个四指整指，我画了五头驴，让黄先生补了两头，然后黄先生没征求我意见就写送泥瓶给他了，他给弄丢了。你知道那幅画现在多少钱？我不说了，收收，不说钱。我丢手机我不心疼，那幅画丢了我真的心疼。太好了，看出我那画不好了。王涵当时就说送给观众，这个他到现在不说。听你们五个主持人的，你怎么送给他们？赵老师，我跟赵老师工作20多年了，你要不送给我，我今天晚上就一直坐在这儿。大家说送给谁？送谁？他在这儿画，我还真不好要。不，我真正要的画也不是这张，因为赵老师给我画了七头驴，有过驴了。我现在指的方向，同志们看。鱼，这是赵老师最好的话，我要这张，因为我要了一年了，他老说给一个，到现在没给。赵老师，您看，您看这范儿已经都，对，而且是范曾先生提的字。他说的不是这张，绝对这张。他在微博上都邀了。我要的这张，要了一年，你可以去查。我现在给你画吧。不可能，我就要这张，我。现在给您画。他因为范先生在上面写的字儿，你也可以，就是把这字儿剪下去。我再找范先生给写上，他就不舍得这个，我就是要这个，这是赵老师真的代表作，非常好。赵先生，您看我们也不能跟您圆场了，是对您给个回答吧。倪萍已经坦言说不要了，这个就归你暂时收藏。哦哟，哇哇，这个撤了吧，台子。把这问题解决了再撤，我在上面能撤吗？春潮怎么回事啊？你这也得回去再说，你不能不能，干嘛回去再说？我从来都是依靠观众。哎，我十几年搀着赵老师从春节晚会走出来，有一次赵老师穿着毛裤，那裤腰翻在外面都特别厚，然后我跟杨澜帮他又是穿皮鞋又干什么的，我俩容易吗？我就要这张画。这个肯定给我，给你画一个鱼，来来来条鱼。现场就来条鱼，我的妈呀，这么小的纸画鱼，同志们先看看。我不是说抠门吧？同志们，整张大的，这比这比鞋底儿大多了。这个整张。谢谢，我看赵老师能画什么在这脚上？你看别好，我看看能画什么？你画跳蚤都画不了这。三条小鱼，你把赵老师想的一条都不舍得，还三条。哟呵，漂亮了。鲶鱼是。对。前天晚上我们做了一个公益节目，赵老师当场捐出15000，我差点没摔在地上。毛旭保证真的，因为15000相当于咱们的1500，赵老师是事前是这个比例的。所以这幅小鱼图我必须拿着，虽然这一连一尺都没有，8寸。哪儿？差不多了。我让赵老师给小倩画一头驴，赵老师还不错，画两头哈。就这么大，我的妈！年年有余，多好啊，多喜庆。
那我拿这个跟你换刚才那三头驴。韩哥怎么样？那得跟韩哥说了，要不换？那三头驴是您刚才说了不要的。明白了。您说已经有七头驴了。驴还怕多呀？嘿，这多好啊！我愿意换，换不换？我看他好意思送给我吗？这么点小画，我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小的画不用盖全了，盖半个章就行了。我想让这张画唯一值钱，怎么赵老师你用大拇哥蘸一下，摁一下，摁个手印。手印。赵老师你摁一下手印，否则这画真全了。别写欠条啊。待会儿把泥涂了，然后写上欠条。赵先生，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哥，倪萍姐都这样了，你们怎么关系还那么好啊？她你看无时不刻不在恶毒攻击您呢。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跟他关系好了？他让您盖戳，您盖戳；他让您摁手印，您摁手印。让您画鱼，您画鱼。说心里话，赵老师可能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对他特别特别好。我和杨澜属于在台上特别想拔尖的那种主持人。刚年轻时无知，上台啊，没有比我俩再抢话的。赵老师一直就是你们抢，你们就在前头说，我在后头。然后你们落下的时候，拖着你，永远是这样。这种品德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他抠门也就抠门算了。我回去把那鱼给找着。赵老师那张作品他可能以后也就画不出那样的，我也不会要。我今天把这张小画我想送给那韩国那小孩。哎呦，你远离父母，你在别的人的国家待那么多年，而且要融入这个社会，这小孩不容易。哦，小五，赵老师送给小五。礼轻人意重，关键的中国的文化的表现在年年有余，年年有余。中国文化，叫我跪下。这不管怎么样，不是大小的问题，孩子不用跪，起来，挂在这里，挂在家里，没缝在你缝在袖子上，你缝在身上，缝在肉里。下去了，我在这爱吃爱叫老哥了，赵老师。哎呦，赵老师提出要一起唱个 歌。先生，您平常唱谁的歌？咱们唱那个齐秦那个《外面的世界》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多感动啊！你们底下有女生会唱通俗的吗？唱一个在雨中好吗？谁会唱在雨中？在雨中我送过你。您会唱吗？来来来，哇，特步天天向上马上回来，现在继续。一些女生会唱通俗的吗？唱一个在雨中好吗？谁会唱在雨中？在雨中我送过你。您会唱吗？来来来，哇，在雨中我送过你，给你我送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出戏，有欢笑也有哭
谁能做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你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这首歌要无限循环下去，哇，这也太棒了！谢谢您，谢谢，谢谢。因为这首歌呢，被誉为是这个经典的情歌，是啊。我觉得爱它是可以外延无限的，所以在这时候提到春晚，我确实觉得在春天我拥有它，在冬季呢，我又离开了它，有相聚也有分离，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道不尽的那样一种。缠绵之情，我觉得说起春晚，不得不把您的搭档也请上来。来来，姥姥姥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在12点敲钟的那一下，你们是什么心情啊？曾经为这一段短暂的这样几秒钟的时间，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一种方案的预案。哦，比如说这个时候空了20秒钟，哦，说什么？我会去说什么？嗯，如果我看到那钟15秒，我会去说什么？哦。也可以大家集体说，我来掌控。比如说欧弟，你先说。蛇年行大运。你说。身体健康。您听说。我们希望家家都幸福。好，我们希望家家幸福，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没说上吗？凭什么到我这儿您就给我掐断了呢？时间没有了吗？没办法了，你要理解。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是这样，我不是主持。那谁主持？但是呢，姜昆、姜昆、王景瑜、马季和刘晓庆。刘晓庆。后来呢，那邓导跟我讲，他说台领导慎重的研究，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我们台的播音员、主持人走到幕前去开这个头，因此我就很荣幸的变成了有春节晚会以来的第一句开口的主持人。整整30年，在这个舞台上，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光荣，这是姥姥说的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笔财富。新中国有电视以来，赵老师1959年开始出图像做主播，做25年新闻，做了将近25年的社交节目、综艺节目、春节晚会，一直做到今天。一个人在50年的主持生涯当中，其实赵老师付出了特别特别多。这我们真的应该向赵老师致敬。我们春节晚会的结束呢，永远在我心中是一个里程碑。来来，我们感受一下，里程碑。嗯，我们也算过把瘾，跟赵老师一起跨年。此刻，我们的心跳已经接近了除夕0点，耳边是踏雪而来的牛年急骤的奔腾。此刻。北京时间伴随着我们生命的律动，12亿中国人脉搏和北京时间山鸣谷应。此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迎接八面来风，北京时间秒针一动，就是大河上下鼓角连营啊。中国，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中国，左手一条高速路，右手一座航天城。此刻，北京时间秒针一动，就是我们想0点的集结号。此刻，南中国海的涛声是如此的清静，又如此的多情。你听，你听，北京时间的滴答声里，残雪下面，青草伸展着小手，溪流欢跳着歌唱。听，北京时间的滴答声里，我们正迎接新春的微风。看。
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让我们一起期盼新春的到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客户天天向上，感谢 TCL 3D 智能云电视，感谢 TCL 3D 智能云电视对客户天天向上的大力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再见各位，谢谢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本期中奖观众是突然之间，洛博对抓鱼啊无兴趣啊，伊感觉自己叫看到啊，是安怎安尼？吼，原来哦。原来是安怎呢？通知这条狗仔的人群，已经发现这一老一小，不得了！伊绝对袂歹猜呢，因为这两只诶龙，嘿，唔准人礼拜人的所在啦，吼，所以讲这时阵有一个大头啊，你走过，吼，你甲破过，压掉了个狗都狗死，你看了狗死，吼，就厉害！这时阵萝卜根本无法度顶动啊。袂顶袂当，这时阵哦，敢若伊个师傅会使甲你救啊！师傅，紧来甲我救啊！稍等下，我马上甲你救。好，加在迄个时阵哦，迄人群的迄老大无想要甲伊啊，佮搞落去啊。所以呢，只是讲，只是一个小小的安尼一个小拍呐，尔好，足简单嘞，好，嘿好。哇，哎呦，他连狼的声音，你用韩文是吧？嗯，那再来一个狼 style。狼 style。没有音乐，还有音乐没起来，音乐没起来，赖你们。오빠건너저먼곳에서한마리의늑대가쳐다보고있습니다小五，这个你不能怪小五。小五好多中国字他看得懂，但是他不见得会理，就反应不过来意思。你在他耳边跟他哦好，你还说哦，那也来不及。이생선을먹는늑대가정말이어哦，欧弟的普通话不标准，我来普通话说给你。哎，不要，猪八戒违反了这个狼，完了，违反狼法则，不许进入其他狼群的这个地方。欧弟在说闽南话的，因为我在跟欧弟说上海话，我跟你说河北话吧。拥有新部门时候，哦，그래서이제그원래던주인이이나나중에들어오는늑대두마리해서바닥을누르고완전와누르고와니요多深와니요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